好，在这单我们要介绍的是 Excel 进阶操作，五秒对齐小数点啊。结果这个工具板我们看到这边有数字有没有？它的小数点啊，两位数，然后呢小数点都对齐啊。那这要怎么做呢？啊，怎么做哈？我们以范例来讲哈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把数值范围框起来啊，框起来以后呢，按 Ctrl 加一键啊 ，Ctrl 加一键，我们点到制定这个项目啊，然后我们输入呢。最大数字的位数啊的问号，假设你有六位数，我就输入六个问号啊，六个问号。然后呢，我要两位小数，所以我点两个问号啊，两位小数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按确定，它就会自动干嘛？设定成两位小数，然后呢，小数点对齐有没有啊？六位数都显示出来啊，这样子。